西九文化區 M 家博物館今日正式開幕，第一年香港居民可以免費入場。博物館開門之前舉行儀式，多個管理層出席，過百個市民在館外等候博物館正式開門。暫時下午部分時段預約已經爆滿。至於到 M 家博物館的交通，市民可以乘坐港鐵到九龍站或者柯士甸站，步行約10分鐘前往，或者選擇乘坐多條巴士和專線小巴路線。水上的士亦都係以試辦形式，喺開幕日同今個星期日起，逢星期日同公眾假期途經西九，市民可以由油麻地嘅臨時上落設施落船，步行前往 M 家博物館。